可以了，吃吧，婆。哎呀，吃馄饨面啊！哎，吃吧，小姐。小姐，继续吃吧。哎呀，刚才去中华电信换了一个新的壳，给我的妹子换一个新的壳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刚才镜头有点晃。OK。好了，随手拍就这样子了，生活随手拍。OK， 馄饨，馄饨，啊，看他的。我帮你拍吗？嗯，不用不用，不用，转过来就好了。嗯，早上没吃的。嗯，那就换个壳了。那西瓜炖壳已经用力了，现在比较好拆了。现在比较好拆，我先换一个全新的卡布色，到时候跟大家分享。你看，兄弟们，试一下那面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啊。哦，先看个比较清澈一点。你别拍你的脸，拍就光了。OK、了我没有拍到你的脸，帮我拍到你了，拍到你了，加点辣椒，辣椒加这个，没拍加 ，OK， 来拍下你吃的，你在拍我吃啊？你在拍我吃？嗯。嗯，嗯，面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他们说，我们火锅，你要不要这样子？嗯，然后一碗卖60块，蛮便宜的。哎，今天汤头比较清澈，比较没什么味道。好啦，就这样子啊，拜拜，拜拜。